37岁穆婷婷退圈四年，曝近况被200多元包打扮朴素，身材发福认不出。有网友在社交账号上晒出一张照片，并激动地发文，没想到有生之年也能和明星合照。令人惊喜的是，镜头中便是退出娱乐圈已经四年的穆婷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她身上斜挎的小包类似款，售价200多元，看来她对服饰没有太大的要求，便宜好用的包包更能获得她的青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已经37岁的穆婷婷和年轻时相比似乎沧桑了一些，脸蛋变得圆嘟嘟的，容貌依然很漂亮，不仅面色红润，看起来活力满满，皮肤还特别白皙光滑，让人十分羡慕。虽然穆婷婷退出演艺圈有些可惜，但是对于现在的她来说，演戏或许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看得出来，退圈后她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充实，整个人变得十分快乐。希望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也能一直健康幸福。